大劍大槍的一些技術的應用和一個比賽的模式。首先我有請我們兩位的成員出來，他們已經穿好了一套我們標準的大槍比賽護甲和拿著槍具。OK， 好先。首先我們作為一個大槍比賽的競技，我們的槍具是一個用碳纖槍製成的，它的長度是標準重量是 1.5kg， 跟住佢嘅長度係啱好3米。咁佢哋身上面咧會著住一套魚鱗嘅護甲啦，咁頭度亦都會戴住一個頭盔。咁一開始，我哋如果進場嘅時候，雙方去到底線。我哋作為一場比賽，咁我哋一開始嘅話咧，佢哋會係行禮先，互相行禮。好，然後行完禮之後就持槍。首先。近我呢邊嘅，佢會先做一個簡單嘅攻擊。你行到去攻擊範圍之內，進到行一個擲槍，而對面係會被擊中嘅。好，行到，係好呢一個係一個有效嘅攻擊。我哋嘅槍頭呈一個直線嘅模式，篤咗入去對方嘅身軀上面，咁係會得到分數嘅。咁如果擊中身軀嘅話，佢會攞到2分；如果擊中四肢，會係攞到1分。而家試下攻擊手部或者腳部，係啦，呢啲會係得到1分。腳步亦都係1分，好收，好近下開。好啦，除咗呢一種攻擊之外嘅話，我哋亦都一種我哋係反規嘅動作啊。咁當然呢種反規嘅動作咧，可能有其他門派佢哋會做，但係問題係嘅話咧，基於危險我哋係唔會做嘅，我哋衝前。係，好好。雖然呢一種模式嘅話，似乎都係一個有效嘅攻擊，但係由於佢嘅衝擊力太大，好容易會令到對方受傷。咁所以我哋原則上係唯有安全因素係禁止呢種技術嘅。所以當你要做類似嘅動作，好嗱，你再衝到去攻擊範圍，扎係啦，你要企定，然後再做攻擊。呢一個動作其實最主要係為咗保護你嘅對手安全。我哋唔希望一場體育競技嘅賽事要出現人命傷亡啦，所以我哋係會喺呢個規則上面有所要求。好，唔該曬，分開開。好啦，跟住落嚟，我哋會示範一啲基本嘅防御動作。當對方攻擊嘅時候，我哋亦都會做一啲技術嘅防守。喺而家對面嗰個行緊入嚟，當佢進行攻擊嘅時候，我呢邊會做一個防御。首先，佢喺圈裡面攻擊嘅時候，我哋會做風箏，騰翻開先。係啦，雙方騰翻開。好，然後南方慢慢行入，當佢攻擊嘅時候，紅方隔開，係，然後圍擊。係啦，好，嚟一次啊，然後嚟。係啦，冇錯。呢一個我哋稱為風槍，當佢嘅槍喺我嘅槍嘅內側，即係近心口呢邊嘅位置內側。好，然後如果佢嘅槍搭槍嘅位置係喺個外側，呢個叫圈裏，呢個叫圈內。喺呢邊入嘅時候，咁點處理呢？我哋就有一個叫閉槍嘅動作。係，冇錯，都係從一個槍邊嘅模式做一個防禦。好，再嚟一次。好，唔該曬。好，睇翻啦，雙方。當我哋嘅攻擊除咗係中路入之外嘅話，我哋亦都可能係從上或者從下，即係換句話講，對方係可以攻擊佢嘅腿部或者攻擊佢嘅頭部，視乎大家企一個裝有啲咩唔同。好，而家我雙方慢慢逼近，然後南方攻擊紅方嘅腿部，係啦，紅方提槍，係隔開。好，嚟一次連續嘅動作，準備，分分開，係好嗱，準備，好開始，係啦，冇錯，好嗱，呢個就係所謂嘅提槍。再落嚟，如果一開始呢邊係第一個叫滴水嘅裝，槍尖朝下，佢嘅上面會露出空門。雖然呢個動作係要攻對方嘅下路相對容易，但係由於上路係空咗嘅，所以當南方行近嘅時候，可以唔理直接攻上路，而呢邊嘅都可以做一個拿槍。好，拿槍防禦，係啦，冇錯，將對方嘅槍隔開。好，而家騰翻開，我哋再嚟多次。好，預備，好，開始，係冇錯，好，唔該。咁呢四個嘅話就係我哋最基本嘅槍術防禦。好，跟住落嚟，我哋再示範幾個變化轉移嘅技術啦。咁所以轉移嘅話，好先兩個槍嚟。當佢嘅槍兩邊交疊嘅時候，佢喺呢一度輕敲，令到佢個槍離開個中線。因為點解呢？佢守住中線嘅時候守得好緊，其實冇乜空間去俾佢攻擊啊。敲開嘅時候攞咗空門啦，然後佢就會攻擊。咁等我，佢做攻擊喺呢個時間嘅話，佢會做防禦，頭先嘅拿槍啦。而當喺呢個時間一穿過嚟，我哋呢個叫穿袖，從手指方向穿去手袖方向一側，反方向亦都係。當佢呢個地方佢敲開佢嘅時候，攞到個中線啦，攻擊嘅時候對方防禦防開，然後佢穿翻嚟，
好，呢、這個就叫穿子。好，嗱，分開啦，我哋試一試啊。好，咁而家今次嘅話咧，你攻擊，南方回做自然槍有問題。好，預備開始。打槍，敲開彈，穿，係，再一次，係，冇錯，這個係一個穿咒嚟嘅。好，再嚟。跟住我哋嚟一個穿字，好喺呢邊敲開，好攻，喺裏邊心頭穿字，心口呢邊入，好嚟住嚟，好，係冇錯，唔該，好啦，襯翻開，咁呢兩個係最簡單嘅轉移方法，好，跟住落嚟，我哋再做一兩個比較複雜少少嘅，咁我哋有一個比較出名少嘅招叫梨花三擺頭，其實建基於頭先嗰兩下，得唔得？做兩嚟，你做。你做回應，真得好，預備。係喺呢個過程中，佢一共做咗三次轉移，所以梨花三擺頭就係指三次轉移嘅過程。好，再落嚟，我哋再做多一個騰蛇槍。騰蛇槍先攻下路，轉上去攻上路。好，嚟預備。係啦，排多少少啦。喺呢個時間，所以騰蛇槍，我係指去下面。我攻佢下面嘅過程中，對方提一穿穿上嚟，攻頭，好嗱，預備啊，好開始，係啊，冇錯，騰蛇槍好似條蛇咁彈咗上去打上路嘅。好，最後我哋可以再講一個叫油槍。油槍嘅話喺呢個地方，我敲佢，我做一個穿袖，好，對方再回防，指腳打腳，係，好預備，好，好分開開，唔該。好啦，咁由於時間關係咧，咁我哋能夠介紹嘅槍片先到呢度。咁喺完結之前嘅話咧，我哋再簡單示範一次成個比賽嘅流程。我哋淨係打槍嘅啫。嗱，咁呢一次嘅話咧，原則上我哋唔教譜嘅。咁你哋打，咁中一槍我哋就停噶啦。好，咁進場。好，準備，開始。繼續。中，系，好，红方击中蓝方头部，红方得两分。咁成场比赛原则上就系出咗呢种模式。咁一场比赛嘅话，喺我哋标准嘅比赛嚟讲，限时三分钟，一分半钟换场，又或者其中一方攞到六分就换场地，先攞到十一分者胜。好，嗱，咁我哋今日嘅展示原则上大致就到呢度。好，咁唔该晒大家，好，唔该晒。